觉得戏中的道长哦，他有点严肃，都要照着他的逻辑来走。这样子是好处，就是他会创造一个跟仪式之间那个严谨的态度。可是呢，其实演员甚至我本人，我周南自己也是很有想象力的，我一直都想要玩出一些新的东西去变换。那所以我一直都在跟道长对抗。改编道教正合一启动，我台语天天查此番首演三爷这张福寿螺，他们就是吃东西又快，然后又猛，而且繁殖的速度非常的惊人。就是身为一个小剧团，要怎么样去避开这样的影响，然后去发展我们可以比较强健的土壤的根系，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位农夫曾经问我们：如果你是植物，你会想要生长在什么地方？如果我是植物，我可能已经被验出超标的化学毒素。事实上，我已经被验出来了，血压180，血糖459。观演空间的这样子的尝试，对啊，这件事情只有在 lab 可以做。对，我也中途曾经有一度在想说，我要不要放弃这件事情？对，但没有，因为放弃的话，整个所有的思维要重新来，对，但然后再还有自然光的事情，有这个机会，我就是继续把它试着做完，之后再回来看哪一些部分做得还不错，哪一些部分以后还要再加强。5、2、3、4、6，核心的想法到底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发现是动跟不动的对比，那对比中间要再切，对，所以我切这件事情是我。在过程当中慢慢比较去厘清的，他的思维架构里头其实有一个很清晰而且纯粹的这种数理逻辑的东西在核心，然后舞蹈的东西，我觉得这在舞蹈人身上是一个很特殊的特质，然后跟他的这个创作方向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所以我在一起工作的过程里面，其实我毕竟舞蹈他才是专家，然后我只能从一个同为创作者的角度来分享一些经验，通常会面对到的问题或许有太多的想法同时想要处理，所以在创作过程中要怎么样聚焦，然后 focus 在主要的这条轴线，再从这条轴线去发展出你的就是完整的创作这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们主要交流比较多的。在尝试的过程中发现说，哦，我想的可能不如我以为的那样的清楚，对，但是这是一个没有捷径的路吧，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慢慢觉得我不是要把动能推到10，让大家觉得动的超大，而是在看说从0到1，从0到2，从0到3这种比较小的幅度的那些时刻是什么？感到一天游军。这个道教系统它就有点像是三界神明的公部门，所以这些道长都会自称陈，小陈，小陈谁谁谁，不是那个姓陈的陈，是臣子的臣。所以他们其实向天去祈求，就是去跟天去拜托，去申请一个东西下来。所以他们必须要经过重重的关卡，他们必须要请神，必须要很严肃的，每个名字都要对，每个字都要对，然后唱词，希望可以不要错乱。感到夜间游军，凭着当日游冲，送到相关单位。这样的补助，福气也是补助，财运也是补助，姻缘也是补助，大家的平安也都是补助，那个就是我所说的来自天上的补助。剧场是一个开始，剧场是一个种子，
剧场跟法会的结合，重新的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去检视的一个过程。那当这个东西实践了之后，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了解到说，对，其实要祈求一个事情的顺利，其实是有多么的困难。终于把各位愿望送出去了，好，请大家给自己一点掌声好吗？初程哈，开始看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基本样态的，大概他的精神已经在那里面了啦。啊，过来就是他的过程之中如何去生发出来，生发了后，所谓的稳定下来，就是所谓的那个精细度、精准度就要加强。啊，这个敏感在我们新创作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呢比较少机会，有很多机会让他们可以一做再做以后，去玩到这些更深层的一种创作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也感觉是，我真的很感谢说我们松烟有这样一个计划，让这些年轻人有一个舞台。那舞台本身就是一个在框框里的绝对自由，适时的给他们一些帮助，给他们一些意见。那创作的主导本来就是他们。我一个做默剧，然后做默剧出走的人，如果腿没有了，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开始有那种危机意识的时候，这一出戏的原来跟小农的连接就成立了。我觉得，比如胡硕罗跟你的生病是累，我觉得是很好，但是好像还少什么东西。嗯、而且今天我看的时候有没有小农大获全胜？我觉得啊，生病这个事情。我今天看觉得很悲情，嗯，我觉得可能把悲情淡化，啊，缓过来，跟对自己开玩笑，嗯，想说，哎，对，身体出状况跟小农讲的整体论这件事情，他好像可以拿在一起说，然后从这个点开始，我们才找到了一个失力点。才能真正明白整体论，就是不只是剧场跟观众，生产者跟消费者同时都矛盾。我觉得当我们可以理解整体这个整体的依存关系之后，不再以前那种那是你的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去看待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会变得更好。好啊，那所以你要教我们打鼓的。你刚才做了一个动作，我觉得很美，让我一直学不起来。我帮你拿。你这样讲，我突然忍不住了。我们给你一点时间，三秒钟。其实那一次在琼林演的时候，我发现我很难出戏。啊，可是我开始演之后，我就没办法出戏。那我们还是。今天毕竟时间有限，